使用独角野猪的尸体来掩护攻击。 致命的鸟喙，后是飞走的战刀凑巧落在他身旁，否则他早就被金兀鹫撕成碎片了。不，战刀与金兀鹫擦身而过的时候，影响了金兀鹫的飞行轨迹。正是这次飞行轨迹的变动，让两者的落点汇聚一处，这是事先计算好的。哦，他计算到了这一步。 金兀鹫的致命一击在最后时刻突然偏离了1.5厘米，难道？